西洋湖是国家4A级景区，水域面积达1000亩， 是一个综合性人工湖泊型湿地公园。晋朝时设济阳县，据地方志记载，济阳湖原为一片湖泽沼地，绵延20余里。 2000年， 张家港建设沿江高速， 采用集中取土的方式开挖人工湖，在古湖旧址上重建济阳湖生态园区。于是，在张家港的南部，有了这青青一隅、汪汪一湖。园区内湿地景观带主声芦蒿、绿漆鸥鸟，湖畔书房墨香浓郁，点亮全民阅读新布局。 这里是江苏苏州美丽的张家。作为2022年央视秋晚录制地，济阳湖连线世界，展示出自己的无限魅力。千余年后的今天，乐谱渔歌、沙渚鸥眠的古老济阳美景，正以新的模样重现眼前。